点。啊，我关了已经。今天我要点菜。行。心里有数。给你个机会。啊，今天要，咱们就照着一百吃，好吧？敞开了吃。没问题。来来，你干正事，快点。你不是你点吗？我点，你写。那不就是因为我字写的好看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写的人认不出来。来四个烤鸡架，五个北冰洋。哦，他那个麻辣拌。四个特色烤饼，再来一个麻辣拌。五个烤大虾。你从哪儿捡的蒜？地上？那当然了。我的天！隔壁桌借的。这都没扫走。嗯，他们的老板都不理我们。不过，看他这个招牌，应该还挺好吃的。这个招牌，不是我跟你说，这招牌没有别的特点，就一个字儿亮。对。就没有任何遮挡那种亮，透亮，这就是一标志，我跟你讲。阿福，我把虾头给你留着哈。阿福，他这个虾的外皮好像放了盐烤了，是咸咸的。椒盐嘛，肯定得撒把盐。想吃？看着就好吃。我第一次吃麻辣拌。麻辣拌据说是抚顺，辽宁抚顺的特色。这里边就是那个，麻辣烫的那些菜，但是它是干的，干拌的吧。口的，酸甜口吧，酸辣，豆干儿，它是热的，热的，对，热的居然是热的，应该是烫一下，完了之后一拌，嗯，就是像更像凉菜，那料不错，热菜，热凉菜，嗯，哇，好帅啊，哦。我就喜欢这种二手摩托车的声音，嗡嗡嗡，发动机都快蹦出来了。运垃圾的拖拉机车，一般那个声音你们都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它的排气管漏了。点了五个呢。什么五个吗？是五个，是吧？这刚才上扫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好。像面包一样。然后再套套鸡蛋。豆沙馅。酱渗进去了，像肉味儿。没什么，你看，这是馅饼。不是，那是酱。这是馅饼，有股香气。马蹄，马蹄啊，就是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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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马蹄。嗯，是那个。你一会儿喝着喝着，你就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是哪个告诉你人叫马蹄爽，上面写的是鼻气。对对，马蹄就叫鼻气。马蹄就是鼻气。开笑。那你说马蹄是啥？真大真大真大。多新呐，是吧？新来了吗？不是，难道不应该先吃一口吗？情况现在那儿举好了激情。我觉得你下手吧，拿筷子很多地方都啃不到。我手脏。还有那吃蒜饼声。你这个人真的是区别对待。双标狗。对，你这人狗。别动我。你动我掀桌子了。你掀，谁不掀谁是狗。嗯，先把东西先本拿去再掀。哎，这一定要趁热吃。好的，我吃。你少吃点儿。我上午没吃上一人一块，这样我吃一块，这是我第二块。还有刚才为了拍图，你把它当吮指原味鸡翅，好像哦。嗯，这个绝对可以吮指。我操！那更好玩了。
一个都啃没了，你看，不动了。你看吃完之后，就是吃的时候特别爽，吃完之后嘴是麻辣的。不是，我吃完之后这两个咬合肌甚是酸胀，我觉得一会儿到那个筋骨堂去艾灸一下。就是胖了，什么酸胀，就是胀。不是我长，就是、胀了，我长智齿了。看这块像不像羊排？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居家有个神奇的地方，它有骨头。对，它神奇地方在于什么呢？它入口之后有三层感受。首先，脆是它的皮。你牙齿再往下一咬的时候，是肌肉的软。再往下咬，您就要硌牙了。硬了。咬着骨头了。哎，你说这样多神奇，有骨头，还有肉。当然了，挺好的。能把它做成一道菜。你就要配蒜了。他家有一个菜叫凉拌鸡架。哦，忘点了。没点，我刚问了大姐，大姐那会儿正烦呢，没理我。哦，这有个凉拌鸡架。要不你去问问大哥。我不问。好吧，等他们来问我吧。对。哎，我们没吃饭鸡架。啊，我们吃这个饭鸡架，凉拌。对对。行，这可以绝对吃是吧？对，尝尝就吃。那咱拿个这个吧。哎，咱们要不然尝尝？不好吧，家里还有人等着呢。拆吧，拆吧，我也想看。酸甜的，我觉得不是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跟麻辣拌一个。我就说最好吃的就是没有吃到的。你不吃会后悔，真的。我让你吃，真的，真酸甜口，不辣。吃块肉吧。好吃，就入口的感觉很清新嘛，这对，很清口，好吃吧？嗯，就主要是他们菜单上没有写。对，要不是看了攻略，菜单上没法写，我们看攻略了。你说吃个饭得看。